这个要小心哦，都会惯用这个刀背，然后把身体重量压上去，它就会。接下来是我最爱的辣椒，我不辣不欢，我什么只要加辣椒我就吃辣。难怪你喜欢辣妹。两颗就够了。玲玲是专业美甲师，那就是我可以帮忙，要把水滤掉。好，把水滤掉。我们就水卸。好，可以。那腌鸡肉的话呢，就是加一匙的米酒，一大匙哦，一大匙大概是15ml，然后一大匙的酱油，一味的，让它腌一下。之前用米酒是为了要有醉鸡的感觉。米酒的话就是一个香味，我们三杯鸡就是要加三杯不同的东西，叫做米酒、酱油还有麻油。原来是这样，这是三杯鸡的由来。哇，谁发明的三杯鸡？要谁发明的？我来查。江西有一个狱卒，他在狱中因为条件有限，所以他只用了米酒、猪油和酱油各一杯炖鸡块给文天祥吃。然后三杯鸡，煮三杯鸡算什么？需要切太碎，然后把它拆开吧。哦，了解。我看很多牛排的蒜头是整颗下去，对，对不对？连切都没切。牛排那种才会焦掉。了解。然后蒜头这个要小心哦，都会惯用这个刀背，然后把身体重量压上去，它就开了，然后不用剥蒜头了。而且手会很多味道。对，大家的小配哦。节奏。小配哦。你好适合拍节目哦。谢谢。希望有机会可以再拍更多节目。大家支持哦。支持。传吧。大家如果没有点赞收藏的话，就没有下一期了。对。不会的。现在一看就很简单，那个锅算非常的简单。好，赞赞，你什么星座的？能告诉我们我不紧张的星座应该是狮子座，狮子座啦，难怪很有一个风范在。接下来你要来用葱了，我现在先拿些姜，这的话就是些洗洗的，哦那些洗的些就好。 yes， 姜的话就是适量就好。接下来是我最爱的辣椒，我不辣不欢，我什么只要加辣椒我就吃。我一定要吃辣。难怪你喜欢辣妹。大家切菜的时候记得下面要放点油，要放洋葱，是我自己个人喜好，因为我觉得三杯鸡加洋葱饭很对味吗？对，然后一提味就是会有那种洋葱甜甜的味道。哦。那我们如果等一下放糖的时候，就不用放那么多糖。好。对，比较健康。那狮子座要用追的呢？狮子座不是用嘴的，不然用什么？怎么样？用魅力去吸引。不用魅力吸引的。我很崇拜那些能力很好或者是艺术很高的男生，在我遇到事情的时候，可以请教他。他会提醒我这样。你一定很喜欢帅哥。对，我不是喜欢帅哥的那一种。哦。我是喜欢。我都找错了，都找帅哥的。对啊，我喜欢那种就是聪明做人应对这样子。还行啦，还行。这葱切得好漂亮。谢谢谢谢，大家都觉得我做菜很好吃，想要开餐厅。对。但是我觉得我开餐厅的话，我就会失去做菜的乐趣。哦，现在把它当一个很疗愈的事情。我希望我做菜是有意义的，那才会更好吃。这是新鲜的乌冬，应该很好吃。这是新鲜的乌冬哦。它在哪里啊？超市买的，它是粘在一起，然后它泡到水里面已经烂掉，但是我们去市场买这个是新鲜的，对，它就干干的，都会分开。对对。这种就比较甜。配料完成。配料完成。对。哇靠，好香的。这香味。
浓焦糖哈。海南口味。海南口味喜欢甜一点，两汤匙哦。很厉害，找到一根毛了，太变态了吧！好了，在宝华家附近买东西，我们要来突袭一下。大家可以回顾一下佩多的影片，他说我是一个有洁癖的女孩子，到底是不是如同他口中所说的那么的爱干净？你房间到底有多干净？也没有，不是说很干净，看到。顺眼就会弄一下弄一下。天哪，有什么？很强哎、欸！他强到怎样，你知道吗？可以用舌头了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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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要不要。然后像这种东西很久没有拿起来了，我就会。哦，这一台是什么？哦，这是空气清新机。你也没有养动物啊？会有尘螨啊，会还是会有小灰尘。了解。好，来。没事，很厉害耶，找到一根毛了，太变态了吧！是头发，找玩具时间。什么、啊？玩具在哪里？这什么玩具？等一下，这不能开啊！越不能开越想开啊！好多潘朵拉的盒子啊！这是一般的衣柜啊，啊，请请。哇、哦！哇，好整齐啊！一个厉害的女生家里这种衣服就是不会发霉。为什么衣服？因为我家衣橱里面衣服都发霉了。发霉我真的没看过。哇！下次去开箱，我去开箱你家。可以可以，装底下。装底下。我在里面。有一个拉筋板啦、啊。连这拉筋板都这么干净，好像全新的。这个是封印住的东西。哦，因为我没有在看电视。什么什么？等一下，这个。这里地窖是不是？这。就地毯。哦，有一只，又一只。头发。今天发现了两只头发。哦，哦，哦。平常没有掀起来洗。继续喽。就是很多的豆浆跟蔬食。哎，你是健康饮食。因为我很喜欢吃菜，我想喝豆浆，皮肤会变好。上面就没什么。因为我拿来冰垃圾，垃圾要冰冰箱哦，不然会臭、哦，会有食物，对，吃不完的先丢冷冻。对啊，直奔浴室的 ，Let's go！ 哇，好白的浴室啊！真的是有点太干净了，我都不好意思动了。哇，啊，对，这个内裤啊，这里这个很漂亮，就是少女的，哇、哦。哇，可以，都没有油垢什么，比较少弄很油的东西。这个在我们台语来讲，呛咖。呛咖。而且它很厉害哦，它这个柜子它用了。哎呦，这里谁会注意到啊？哦，这里我不知道。啊，这个太严格了，这里谁要管？好坏哦，好。哦，终于没有抓到一个，你看哦，成就感。那你为我们示范一下，你平常怎么整理家里好？看到有头发太。超过三根，超过三根就需要洗一下。今天捡到两根，有事我来一下。然后这是我姐妹生日，我觉得很可爱，但我丢掉很可惜，就把它赶回来。那我们要走了，突袭完毕了，对啊，走了，打扰你了，抱歉，很干净。可是我只是算小洁癖而已，我还没有特别严重。味道很清新，很像在通风啦，来到阳明山那。太夸张了，很多斤。那你上次那个嘞，没有？你说配对那个吗？哎、没有，大家都是圈内人。我希望我另外一半是单纯一点的职业。其实我就喜欢宅男。哦。就是稳稳定定的工作这样。对。嗯。好，走了，打扰你那么久。